像是扇带锁的门，人人都在努力探问。可若想让命里永恒，就永远把握不好钥匙的分寸。真空想要参问，运气失了几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标准，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。呜呜呜，轻车撞车也撞歪加高跟，做自己才能长久的生存。美丽的旋转就算疲惫不能停顿，南方赋予也有趣的双唇，妩媚的眼神让空气生什么体温。多少秘密陷入霓虹沉沦，多少人潮就不被讨论，被定义的身份本就没有标准。别再多问，试着生存。穆修伦，你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我一定带样本回来，我保证。哎呀，是说你吵架演技太好呢，还是说苏老师的疑心太重了？这要是换一般女孩的话，早就信了吧。如果单凭几句话他就信了，他就不是我喜欢的苏技师了。对于科学家，要讲究证据。你还挺为他骄傲的。你一个人进山，真的没事啊？没问题。对了，之前交代你的事，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，不要声张，要严格保密，以防节外生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其中的利弊。如果我提前走漏风声的话，你和你二叔撕破了脸。如果能证明他作假还好，但如果结果和你们判断的不一样，那他肯定会揪着不放，节外生枝。那你在牧师的地位，很可能就会动摇。所以说。这次必须得一锤定音，不能再有任何意外。小满，计时你帮我多看着点。明白。小苏姐，你这么捂着不难受吗？舒服吗？方哥，方哥，方哥！啊！小苏姐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守得好好的呀！肯定是你睡得太死了。哎呦，我就闭了这一眼嘛！你给我看看里边还有没有，看他还在不在里边。跑了！哎呦，还是跟他说一声吧，免得他担心。这么早就进山了，我赶一赶应该能赶上。
我和穆总进山徒步，晚上回来，勿念。他俩不是吵架了吗？什么时候和好的？我们也不清楚呀。昨天穆总把苏姐扛回房间，他们俩在里边聊了老半天。出来穆总就说让我们俩看住苏姐，别让她上山。结果还是让她给跑了。他俩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不明白。他们俩为一件事去的，路上可能能碰见，互相照应没事的。哎呀，人都已经跑了，现在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苏老师野外经验这么丰富，应该没什么。我呀，是怕他玩得太起兴，乐不思蜀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不是还有穆总了吗？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碰上了吧？哎奇怪，翻过这片山就是矿区了。穆修炼到底去哪了？受伤，你这怎么弄的？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你这时候还笑，笑什么笑？我向你保证的，做到了。你现在还觉得我只是一个商人吗？啊？闭嘴。无法接通。哎呀，苏姐这边打不通。这外面天都快黑了，他们还没从山里回来。别急，可能在回来路上了。本来计划今晚就能回去的，但晚上山路太危险，回不去了。我估计小霞和小满要担心死了。放心吧，有高岭和方姐在，没事的。累的话，你就先睡会儿。陪你。我陪你。大家别着急，我已经联系了专业的搜救队进山了，肯定能找到。等明天大家睡醒了，应该会有消息。不行。我还是报警吧。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你嫂子是公众人物，你要报警的话，肯定招来记者，到时候上个热搜，华裔看见了，不干着急吗？人家高秘书都找了专业的搜救队去找人了，咱就别再麻烦警察了啊！到时候网上又要乱说了，对苏姐影响不好。不是，这人都不见了，还管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？他们进山才不到一天。当时带的物资够四五天的，肯定能撑到搜救队来。放心吧，这不还有你嫂子呢吗？小苏姐又不是神仙。这样吧，到明天中午，要是咱们还没有消息的话，那我就报警。然后，现在困了的该睡睡。小苏姐都还在野外呢，现在谁睡得着？就是，这会得多没心没肺才能睡得着。都现在了还没回来，不管了，我报警。小满，啊喂，苏姐，
哎呦，我的苏姐呀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放心放心，哥让你担心了。好了，你哥不是回来了吗？该高兴才对啊，别哭了。你们两个什么情况？王姐，小霞，你们肯定没好好吃饭吧？我带你们出去大吃一顿压压惊。好，你们好好聊。嗯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你之前说你交了个女朋友，是我妹，我不信。你信了吧？一定是我太累了，又出现幻觉了。哥，是我死缠烂打追的她。不，是我死皮赖脸追的她。能同意一下苟静吗？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这事妈知道吗？她知道，她对高岭特别满意，而且嫂子也知道，她特别支持我们。哥，你不会不同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搞了半天，就只有我不知道是吗？不，我们早就想和你说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而且我们也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我们俩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，是你没往那方面想。那你们不告诉我，是怕我反对啊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是我妹妹，现在你变成了我最好朋友的女朋友，你变成了我妹妹的男朋友。好，先不说这个。小满，我呢也知道高岭一直挺照顾你的，但你究竟能不能分清楚喜欢和习惯是两码事？我分得清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高岭，你要工作还是我妹妹？只能挑一个。我也是认真的。那我祝福你们。太好了，我哥同意我们在一块儿了。小满睡了，对，昨晚没怎么睡，一躺下就睡着了。穆总，不对，哥，我行了，我也知道你对小满究竟是怎么样的，就不用表态，绝不辜负大哥信任。哎，这就是新材的样本啊？嗯。明天我就带这些样本回去做检测，只要报告一出来，我立刻叫停所有开采工作。看来你要被那些老头骂了。苏老师，我知道，对你们研究者来说呢，新事物的意义远比金钱重要，但对普通人来说呢，它再重要的意义，可能也比不上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呢。穆总这一次的决定，真的很需要勇气。牺牲非常大。你今天是不是话多了点？穆总他虽然是穆氏的总裁，但穆氏不是他一个人的呀。他这一次的决定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、责备和反抗。我突然好像发现你跟小满确实不太合适。啊，我说完了，不用你催，我自己滚。晚安。也别听高林在这胡说八道，被人骂两句也不会怎么样，不痛不痒的，更不会少块肉。其实高林说的没错，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一心只想要去证实自己的理论，
然而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这么大压力。那你就好好补偿我一下呗。紧急召开这次股东大会呢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宣布。宜良山矿区的开采工作必须立刻停止。木头，你别生气。秀兰，发什么疯了？这么多人的心血、人力、物力投进去了，你说停就停？理由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宜良山有新矿。搞什么鬼啊！宜良山矿区刚刚复工几个月，你搞出这么一出，难道又要矿区一停几年？损失呢？谁来负责？高磊，这是国内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，证明宜良山的确有新矿物存在。牧师研究院已经上报申请国际认证。大家知道为什么牧师的新矿物研究数年来迟迟没有进展？因为有人从中作梗，破坏研究。这几年送到实验室的矿石样本全是假的。你说以前的是假的，谁能证明现在是真的？我。你怎么证明？因为矿石样本是我亲自从矿区带出来的，它的真实性我可以负全责。当然，您如果有疑虑的话，可以复检。至于调包样本、阻挠科研进程的事，公司呢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进行内部调查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吓我一跳。录完节目就过来了，想你了，看看你。给你带了夜宵，吃点再工作吧。这段时间呢，公司的损失有点大，所以事情比较多，没什么时间陪你。是干什么呀？外送充电宝，给你充充电。充电宝赢了。那请问你这个充电宝什么牌子的？木修轮专用牌。同一个牌子的再给我来十个。你就我一个还不够是吗？开玩笑的。你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如果你妹妹回来了，你准备去哪？当然是回去继续念书。
那我呢？这个嘛。这个嘛。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到你妹妹回来了，然后你消失了，所以既然你现在回答不上来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做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妹妹。别老盯着那个手机看了，跟丢了魂一样。方哥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嘛，之前也跟你说过，你还说我是小说看多了。不过经过最近的一些事情，我相信我的推测应该是真的。不是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小苏姐这几个月性情大变，跟之前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就算你跟阿山的反应再迟钝，应该也发现了一点吧。所以我怀疑，不是我怀疑，是我确信。夏夏，这么久了，你也该知道真相。所以你知道？其实啊，所以小苏姐是真的魂穿了。吴丹霞，我有的时候深深的在怀疑啊，你脖子上顶的这颗球状物体里面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个东西啊？你干嘛突然骂我？如果不是魂穿了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刚刚说真相是什么意思啊？真相就是你多看点正经东西吧。方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打住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不许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。也太美了，等到跟孟总结婚的时候肯定更美。这广告案我们绝对没问题，策划案都做好了，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哎，小霞，哎呦，穆总来了，你来接小苏姐收工啊，这条拍完就差不多了。他还会坚持多久？前后应该也就半个小时吧。说的不是这个，那是苏锦。小锦的事儿最近有些眉目了，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。穆总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哦，也是啊，求婚的话的确得回到正轨才行。求婚的事先保密。放心，索儿辛苦了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其实来。在外面还是得叫我苏姐，万一别人听到了怎么办？你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昭告天下，我女朋友叫苏纪时，然后光明正大的跟她谈恋爱，也不用叫她别人的名字？
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我相信再过不久，我的生活很快就可以回归正轨了。只要小景他回来，他做他的演员，我继续念我的书。只是我现在比较担心，咱们怎么跟身边的人交代？其实吧，我真的觉得既然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大胆地跟所有人坦白。现坦白虽然晚了点，但总比不说要好。那你说华谊会不会觉得是我们欺骗了他，然后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了？怎么，我妈要是不允许你就不跟我在一起是吗？那怎么可能，那我就告诉华谊你是我的人，就算天塌下来我都不会放手。你说的，就算五指山塌下来你也得陪着我。当然。但我觉得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，以我对小满和我妈的了解，他们这么喜欢你，当他们知道真相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就接受了。真的吗？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所以整个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就只有我不知道。我去看看他。还有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孩子。我去瞧瞧。那个，妈，不，妈，华爷，妈，华爷怎么了？妈，华爷，来120快。被吓到了吧？嗯。你老妈有这么脆弱吗？没有。其实啊，小石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就是不说。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人准备什么时候坦白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庆建功来的当天，他就把什么都告诉我。爸真的是，你爸不容易。那您还生气吗？你们俩既然选择瞒着，肯定是有你们的苦衷。我们做长辈的，除了能理解你们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以外，那就行了。怎么会生气呢？秀伦啊。你爸临终的时候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。”你看着妈整天说着想要抱孙子，其实妈心里最想的还是希望你能幸福。这段时间呢，这一幕一幕的点点滴滴的，妈知道你的心里啊有这个姑娘，妈也早就看出来了。这姑娘心里啊早就爱上我这个臭小子了。只要是你们两个人真心相爱啊，就够了，阿姨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对吧？谢谢华姨。
过呀。这件事儿可非同小可，你们两个人得赶紧回归正常生活，咱别再惹出更大的乱子来。放心，妈妈不会的。好儿子。不容易啊，孩子们，苦了你俩了。好了，你就别生他们的气了啊！我不光生他们的气，我还生你的气。他们瞒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连你也瞒着我？你真把我当外人啊？没人把你当外人。你想啊。要真把你当外人了，当初你哥和素锦的事儿怎么会先告诉你呢？嗯，是的，是。可是为什么瞒着我？这件事非同小可嘛，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了。可是你这样突然让我怎么接受啊？我嫂子突然从一个女演员变成了地质女博士，名字、性格、工作她全变了，这太突然了。小声点，咱们上车说。女演员变成女博士，有点意思啊。什么路子？坐下。真苦过了。我就说，小苏姐明明那么温柔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当然了。你这样也很好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可是我那么喜欢的人，怎么突然就变成我不认识的人了呢？我换个名字，你就把我当陌生人了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，我们以后不能一块儿工作了，我有点难过。那你不生气？哎呦，傻姑娘，就算以后我们不能一起共事，我们还可以当朋友啊。你看，你不是一直说我没有小姐温柔？那这样正好，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，你就让我这个野蛮人替你出头。我以后真的还能来找你，真的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呦，这次不骗你了。那我没事了。不难过了，不难过了。夏苏姐，那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你说。那我爱的锦绣夫妇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就知道，连这个也是假的。我以为我站在最前排，吃到了最甜的糖，结果是塑料的。锦绣夫妇是假的，但我跟修伦是真的，所以这几个月你吃的糖再真不过了。修伦的确是我男朋友，而且我们也真心相爱。真的，真的。啊！怎么了？那你们就不应该叫锦绣夫妇了呀。啊，苏纪实、穆修伦、穆苏夫妇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小苏姐？不怎么样。嗯，是，听起来不太浪漫。苏绣夫妇呢？修伦苏夫妇都不太好是吧？
看来我是不用太担心你了。我们家小霞呀，就是好哄，还有一个小祖宗呢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正好啊，我们四个又聚到一起了。那我先说好了，我答应来这里吃饭，可不是原谅你们了。我是和高岭出来约会，顺便吃一顿免费的饭，对吧，高岭？那点餐吧，小满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菜。要不我来。高岭。小满，注意态度。我还没原谅你们呢。没事儿，我来点，点个招牌菜吧，火爆肥肠。猪脑麻婆豆腐。苏季时，你是不是诚心请我吃饭啊？他不吃内脏。没事，还有别的菜呢，碳烤牛蛙怎么样？不吃。麻辣兔头，哎，这个好，又香又辣，你肯定喜欢。兔兔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呢？小满，其实如果你不喜欢这家餐厅的话，我们去换一家也可以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有承认你是我嫂子，我承认的一直都是，反正不是你。而且我哥也没有说要娶你。我倒是不介意现在就去领证。你看，既然我们都已经跟家里人坦白了，并且我妈也那么喜欢你，确实也是时候了。高岭，你看他俩。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还是撇开他俩，咱俩单独约会心情好。给，谢谢。我们一会儿去看电影吧。好啊，想看什么电影？我订票。只要和你一起看都可以。哎，李哥，你先进。威哥，老板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过来。啊？可是我答应了和小满看电影去啊。电影取消。取消？哥，你怎么这样呀？我俩可是热恋期呢。一次约会比得上我的终身大事重要吗？终身大事？既然昨天你嫂子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，我就必须要策划一场盛大的求婚仪式。求婚？穆先生您好，这都是我们为您挑选的最高端的婚纱，都是仅此一件的限定款。我觉得这套不错。这件版型太差了。明白，那这件 pass 吧。好，先留着。
不是说版型不好吗？再差的版型，只要是他，都可以完美驾驭。觉得这件不错、啊。这件好像太小家子气了一点。明白，那这件撤了吧。留着。再小家子气的衣服，只要是它，都可以穿出不一样的感觉。真不知道你是来挑婚纱呢，还是来显摆女朋友？什么？啊？啊没有。我说这件婚纱好像也不错。这些它浮夸了一点吗？越是浮夸越能衬托苏小姐超脱常人的气质，对不对？不正经。这些我明白，全都包起来。他最头痛的就是穿高跟鞋。你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，戒指就选这个，准没错。我要这个。您确定要这个？等，这个是婚戒。你就算不选钻石，也不能这么寒酸吧？我如果买了这个，你猜他会说什么？那肯定会说感动啊！一般女人对钻戒都没有什么抵抗力。可她偏偏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肯定会说钻石是火山里喷发出来的结晶蛋矿物，昂贵的价格呢，只不过是钻石商给他们的包装。还有，如果把石炭放在高温高压的环境里面，也可以制作出纯度非常高的钻石。性价比比你这个高多了，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。你们俩不愧是一对儿。那今天的直播呢，到这边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吧。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啊？这个得问一下我团队了。喂，总之呢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我这边马上就结束了啊，见面，拜拜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一个小时就到家啊，你们都准备好。你那房间抓紧布置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哎呦，他一会儿出来了，我怎么跟你说呀？哎，不说了，他来了。那谁打电话呢？神秘兮兮的。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个普通的工作电话而已。你接下来去哪儿？哪儿也不去了，回家，我送你回去啊。回家？不对啊，你昨天跟我说我们晚上要录一个 ID， 而且还有要补拍一些广告的物料。啊，都推了。方姐，哎，你很不对劲。不对劲吗？平时都这样啊。不是你跟穆总说的吗？说我是方扒皮，我把那些没有必要的行程都推掉了。小苏姐，你别问我不能说。好，我不问你具体是什么事儿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说？